你想想，房主特别经典，住过我34人，包括了张国荣、李文山、林洋港、黄俊峰等八位县长和江浙副市长，以及叶霞姐等五位校长。陈主任是，这个岛主特优点是特殊的廉洁官吏和军事上的英雄政治积累。自己并且勉励保举特优人员要发挥最优的表现，影响各机关，以达到转移社会风气的。